漂亮，这个球。头顶杀对角失误。有点着急了。其实这个球啊，凡尘组合都是在第一局输掉，第二局逆转之后，现在第三局稍稍领先。金廷连追了五分。金廷抗衡一些，不能给金廷太舒服的处理球的机会。速度上还好球，漂亮。失误就来了，又体现了保护，勾对角，漂亮！哎呀，这个球！上网之后啊，
界外，好球。咱们关注这个球。好球，这结束了。第三局我们是21-16。反正这场比赛啊，打得挺艰苦，好在最终是逆转获胜。6-3这个比分上再重新看一下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界外，半场的平台。接杀勾对角，
放网质量非常的高。好球。这几个球质量都不是很好。当然整场今天失误更多，这几个球有点漂亮的滑板，好球。好判断。